你是真是假？你是谁？叫弟兄们过来。是。残害少年，挖其双目，何其残忍！今日必定将你绳之以法。差点抓住了凶手，看来龙王庙跟此事脱不了干系。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人间吗？拜见父王大人。香客留原处，高挂祈福树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说不定我可以在人间遇到我的有缘人呢。祈福树是对龙王的大不敬吗？你是哪冒出来的？我们明明一早就封了龙王庙。我就是从这庙里冒出来的。姑娘，你再这样我们就不客气了。不客气？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。抓住他！来来，姑娘，在下宜州府衙捕头陆海生，再次取证，请勿胡闹。你让我不胡闹，我就不胡闹，我偏不。那在下就请你离开了。宁哥哥，哎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快快快快快快！宁哥哥，你说你不在东海做你好好的司事官，怎么还跑来人间，还滥用禁止术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不向父王告状的。珠儿，你来这里是不与师恩的，切莫卷入凡尘俗事之中。这怎么能是俗事呢？他在我们龙王庙查，这事关我们龙族清誉， 我怎么可以做什么？向来你想做的事情
没人可以阻止得了你。说吧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呢，先留在他身边，等查清楚了，我再回龙宫。好吧，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。这凤凰同心镜本是一对，聚合可上天遁地，分开可千里传音。把它收下，在人间遇到任何事情随时找我。哦，千万别忘了，三日后及时降雨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不是小孩了。没事吧，大人？我看他就是泼皮无赖，故意找事儿。姑娘，小六，看来他真的是撞到了头，昏了过去。去找个郎中到我家，救人要紧。是。雨禾。你的心思我懂，你若真成了我们陆家的少夫人，那岂不是亲上加亲了？姑母，我从小父母双亡，幸得姑母抚养成人，婚姻大事全凭姑母做主。好，那等海生回来我跟他说。娘，这是谁家的姑娘？怎么了？今天在龙王庙办案的时候误伤了这女子，害她昏迷不醒，所以带回府上来医治。那赶紧请郎中啊。误伤的时候已经醒过了，应该快到了。那先把姑娘安置在西厢房。是。怎么样了？姑娘没什么大碍。好，先生慢走。姑娘，姑娘，你们是谁啊？在下陆海生，在宜州府衙当差。姑娘别怕，这里是我家，很安全。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来，把汤端来。姑娘你别怕啊，我是他的娘亲，听我儿说是他误伤了你，真是对不住你了。等会儿等会儿，他误伤了我，我怎么都不记得了？那你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现在这头特别特别疼，我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姑娘别着急，刚才郎中说了，你的头痛是外伤所致，可能是暂时性的失忆。姑娘，这个还记得吗？当时你受伤的时候，这个符签就在你身边。我记得了，海兰珠。哎，姑母，你看这符签上有没有姓的？等一下我就让下人出去好好找找，看看是谁家走丢了女儿。宜州的户籍我再了解不过了，宜州没有海姓。那说不定他就是过来走亲戚的。你看这符签上写着“祈愿相知共白头”，说不定他就是谁家还没过门的媳妇儿呢。哎呦，这人间女子巧舌如簧，开口就想把我赶出去，想得美。老夫人，求求你把我先留在这儿吧，我现在谁都不认识，也完全想不起来自己是谁了。如果你把我交给陌生人的话，万一我被坏人冒领了去，
这不是毁了我一辈子的清白吗，老夫人？海生，这孩子先在府上留下吧。毕竟啊，是你弄伤了他，我们陆府有责任好好照顾他。一切听娘的安排。那好了，就安心在这儿住下吧。谢谢老夫人。喝了吧。你的伤已经没事，多谢舒心。只是这凡人的眼睛并不好用，每次换眼坚持不了几日就会开始发红，疼痛难忍，我必须要在他腐烂以前找到下一双眼睛才行。那你可再次与我交换，换一双永远不会腐烂的眼睛。换吗？这次你想让我用什么换？我要你身体里的元气。你的身体里充满了求生的欲望，吸食这种充满欲望的元气会让我浑身舒坦。跟我交换吧，那可是一双永远不会腐烂的眼睛。好，我跟你换。来，我们签个生死契约。界中任何的欲望都能化作我生长的能量。那我要的眼睛呢？别急，你要的眼睛不在我手里，要你自己想办法去拿。东海龙王之女海兰珠有一双特殊的龙眼，不但落泪成雨，还可号令天河之手。那我怎么才能找到她？宜州大旱，天公有令，三日后龙女会来此施法布。那我怎么确认是龙女本尊呢？龙女施法时眼睛会变成红色，待雨停再慢慢恢复正常。你必须借此机会找到。那我就躲在龙王庙，待他出现我就把他的眼睛挖出来。此法不可，龙眼并非凡物，必须龙女心甘情愿交出，不可强迫，不可硬抢，你只能智取。我算出你此行有一障碍，就是你昨日交过手的陆海生，必须先行除去。我有机会就除掉他。我赐你一点法力，否则你不是他的对手。
命案有关。糟糕，陆海生有危险。妖孽，为何要害他？救了我一次，又伤了我一次，咱俩就算扯平了。这次我救你，就当积德行善了，不用你。但我们若是走了，那妖怪再来找你麻烦可怎么办？我这要是不走吧，明天又怎么跟你解释呢？夜里来了刺客，多亏了珠儿姑娘相救，赶快找个郎中看看珠儿姑娘伤势如何。青青，快去请个郎中。是小姐。啊，我没事我没事，你给你们家陆公子看住。珠儿，珠儿姑娘这身打扮。我听说你要去龙王庙办案，就换了这身便装，我正要找你去。你要同我一起去？对呀，走。哎哎，珠儿姑娘，你昨夜遇刺，害你也没睡几个时辰，你这样去身体吃不消，要不改日吧。不行，龙王庙我是一定得去的。我现在吧很担心你们陆府，之后又不收留我，那
看我这脑袋空空的，到时候流落街头岂不是很惨？你因我而杀，我理应照顾你。我们陆府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哼，兄弟，够义气，我喜欢。走。之前遇害的两位女子，都曾在一个月前参加过庙内举办的法会。他们也都曾写过符签，挂于这棵大树上。我上树查找，果然找到了两位死者的符签。更巧的是，二位死者都是18岁。我本来打算去要参加法会的香客名册，找到所有18岁少女的符签，以保护下一位受害者。哦，那香客名册你找到了吗？你这不是来了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去要呢。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进去找香客名册呀。嗯，去去去，快去找，去去去去去。珠儿姑娘，嗯，你怎么上去的？我从小就爱爬树，这都小意思。哎，公子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在上面找，你在下面找，这样我们还能快一点。那行。公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信得过我呢，我们可以边找，你跟我边说说案件的细节，说不定啊，我还能帮上更大的忙呢。我就怕你害怕，怕你不敢听。我这都失忆了，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呀？赶紧找吧。我的这个符签是他捡的，留在身边做个纪念。我找到了，公子，我找到了，公子，我找到了，公子啊！啊！就是这个，姑娘好眼力。那你可要好好说好了，这每一条符签都是一条人命呢。保护百姓不受伤害，你好像真的是个好官。好官倒是不敢当，保护百姓，职责所在。这个玉兔好精致，好漂亮啊！
原来是喜欢，买给你。他的功力怎么进阶的这么快？我们去那边看看吧，那边好像还有好玩的。这符签写的是龙女的名字，居然出现在死骨头的附近。看来树仙说的果然没错，他就是我找到龙影最大的障碍，我一定要找机会除掉。公子，我一直很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想过那天攻击你的人到底是谁？或许是百安的凶犯，又或者是我之前办案得罪过的人。你就没有想过万一他不是个凡人吗？怪力乱神之说我从来都不相信，我只相信眼见为实。那也可能对方并不想让你眼见为实，你眼见的也可能是虚的呀。我们办案都是讲究证据的，这些证物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线索，保护下一个受害人。珠儿，最近我忙于查案，没时间带你看大夫，我需要你好好照顾自己。以前云哥哥也这样关心我，可我完全没有现在这样的感觉。珠儿，答应我。珠儿，明日就要降雨了，千万不要误了吉时啊！施法降雨的时候，记得避开凡人的视线。你的眼睛呢？知道了，我的眼睛，我就是会红的，跟这个小兔子一样。没想到这天命来得这么准时。这个地方不行，降雨前我得先布个结界，不然被别人发现就糟糕了。小姐，我看到那个狐狸精一个人在石心湖划船呢。石心湖，青青，你去给我找个水性好的家丁，要嘴巴严信得过的那种，快去。是，我现在就去找。
下雨了吗？难道是龙雨不雨？天河之水，听我号令，将益州府注入沂河水，润泽万物生。我来是太重要了。小姐，您吩咐的事情已经办妥了。做得好，回头重重有赏。去吧。啊。给我的这个龙珠真好用，可以增强我的法力，又不用用我的泪水去降雨，之后我在人间降雨的时候还可以用到它。龙珠生，集结赛。我的船呢？刚才明明停在这里。算了，反正这儿也没有人，我就不费那些烦人的事儿了。珠儿，你在吗？云哥哥，我已经按时下雨了，你还要唠叨些什么呀？后面两日还要不雨，你可千万别误了吉时。哦，记住，远离凡人的视线，因为你的眼睛。云哥哥，我知道不雨这三日，我的眼珠会变红，就像小白兔一样。要不然。你就把我当成一只兔子，放过我吧！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，别再唠叨我了，行不行？好。陆海生出门没有带伞，外面雨下这么大，淋湿了会生病的。啊，还好没有听见，听见又要唠叨了。我听到了，不许偷听。海生啊，这真是天降祥雨，缓解旱情啊！啊，这可起了百姓的燃眉之急啊！大人，如果此时凶案破，那我们就是双喜临门了。只不过，现在凶手都躲起来，我们只能尽力保证下一个受害者的安全。海生啊，抓紧缉拿红颜女妖。
小姐，少爷回来了。他告诉我们，府上都要注意安全，一旦发现红月妖女，一定要及时鸣锣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淋雨了？表哥现在在哪儿？他说完就走了。红眼妖女太可怕了，现在全城都传遍了。红眼杀人，青青，那个红眼妖女就在咱们陆府。小姐，你可别吓我，我胆子小。真的，我真的看见了，就在石心湖，他突然就消失不见了。我跑到他的房间后面，看到他的眼睛真的闪着红光的。小姐，万一他只是得了红眼病，那我们岂不是弄巧成拙了？青青，现在不管他是不是红眼病，我们都可以利用他的眼睛来做点文章。你一定要把他从表哥身边赶走。拿笔墨过来，快！大人，这么急叫我过来，何事？陆海生，你看看。红眼妖女就在陆府，化身珠儿隐藏其中，这不可能！大人，此女名叫海兰珠，是我在龙王庙办案的时候遇到的，与常人无异。我误伤了她，害她失去了记忆，留在府上治疗。我不是没有怀疑过她，也问过家中照顾她的下人，说她从未离开过陆府，行为中规中矩。我现在可以把她带过来，您看看她的眼睛，绝无妖异。不用了，我早就派小六去带人了。你且在此等候。禀报大人，死者张小玉的亲眷在府衙门口，围攻嫌犯海兰珠，请大人定夺。妖女！住手！诸位姑娘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让衙役喊我来此，就是让我受辱的吗？不是，我是来和你解释的。陆海生，亏我还拿你当好人。自己破不了案，就拿我当替罪羊，你真是太糊涂了吧！有人向官府密报，说你是凶犯，被我藏在府内。我也是刚刚……你的眼睛怎么了？我中午淋了雨进了水，只要见光就钻心里头。你再坚持一下，我已经派人把证人带到现场和你来对质，应该很快就到了。乡亲们。我是宜州府捕头，我叫陆海生，专门负责此案。案发当天我就在现场，亲眼看到了凶手。凶手的眼睛确实是红色的。乡亲们，他的话不能相信啊！一定要找出凶手。谁是我少爷？又不是他，他为何不敢摘下面纱以证清白？难道他就是那个龙女？乡亲们，此案的重要证人应该马上就到现场。请大家不要相信谗言，我们官府办案都是讲究证据的。走吧，乡亲们，他包庇凶犯，打他呀！再这么下去，陆海生的亲女也会跟着毁了。陆海生，你信我不是凶手吗？不信你不信骗我。为了你，再大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停！龙主，永别了。珠儿，珠儿。你知道这龙珠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吗？你为何要毁掉它？云哥哥，我知道，父王造这颗龙珠
就是为了让我不流眼泪就可以下狱。但是现在我要用里面的千年灵力来扭转乾坤，我要证明我的清白，来阻止这场祸乱。你身为龙族公主，本不属于这人间，为何卷入这些凡人的争斗，浪费龙珠的千年灵力？快跟我回龙宫吧。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凡人，他是一个大大大大大好人，他一直在保护老百姓，一直在保护我，我一定要证明他的清白。而且这祸端因我而起，我应该要负责到底。如果这后果是你日后只能以泪祈雨，损耗自身，直到耗尽自身的灵力，容颜变老，你能承受得了吗？云哥哥，你是在危言耸听，你是想骗我回龙宫，对不对？珠儿，你是不是爱上这个凡人了？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爱，我就是喜欢看他笑，喜欢他的眉眼，喜欢他在我耳边的呼吸，喜欢他保护我。我在他眼里不是什么龙族公主，我就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小女孩。珠儿，我也在保护你，我也喜欢看你笑，你知道。好吧，你去守护。云哥哥，你把同心镜拿走，我相信三界之中一定有更值得托付的。云哥哥，我又何尝不懂你的心思？可我只想和你永远做亲。龙珠，永别了。知府大人到。大人，证人带到。海兰珠，摘下你的眼罩，让证人辨认你的容颜。树仙果然没有骗我，容颜势在必得。别怕，是他吗？看仔细了。回大人，那妖女的眼睛血红血红的，她的眼睛是正常的，肯定不是她。请大人明鉴。什么不可能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表哥，他的眼睛真的是红色的。就在石心湖，他突然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。然后他在房间里梳妆打扮，当时他的眼睛真的是血红色的。表哥，原来，居然是你。他有眼疾，偶有充血，这实属正常。倒是你，有什么疑问不来找我，在这闹事？凶犯是重罪，差点把我们陆府整个都搭进去了。
表哥，我的本意是救你，怎么反而好像是我害你啊？我没有骗你，你相信我，他的眼睛真的是红色的。知府大人，于和不懂事，下官在这儿替他跟您道个歉。下官可否带他们回去？回吧。是。都散了。安心吧，凶恶的力量。我带你回家。表哥，我与你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宁肯相信这个妖女，也不肯相信我半句吗？表哥。所爱是什么样的感觉呀？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想不想复仇啊？你先好好休息，换身衣服。公子，你真的不好奇我是什么？我相信你是个好姑娘，如果有一天你愿意跟我讲，我就愿意听。小姐，表哥今天有来找过我吗？没有，倒是和老夫人在那妖女的住处停留了好一阵子。我若再不痛下毒手，这陆府就要易主了。姐来了，哎，恭喜恭喜！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恭喜啊，里面请。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恭喜恭喜！里面请。雨禾啊，嗯，你说要给我个惊喜，到底是什么惊喜啊？连下人你都全支开了。姑母，今日就是您的寿辰了，我自然要给您准备一个天大的惊喜。好，那您在这等我，我现在就拿来给您看。哎，多谢大人，知府大人莅临陆府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少爷，少爷救命啊！
张明兰，快去救救老夫人吧！老夫人怎么了？我刚刚看到朱二小姐把老夫人拖到后花园的库房了。窗外，我亲眼看见他把青青的眼睛挖出来要吃掉，后来我就晕了。我亲眼看见他把老夫人拖到这儿来的。刚才不是你来我屋里叫我说是老夫人晕倒了，让我过来吗？姑母一直善待于你。去恩将仇报，还要栽赃给其他人。丫鬟会说谎，难道我姑母也会说谎吗？她冤枉你有什么好处？还有，你这血色妖头已经是铁证如山。如果那天有人肯相信我，今天青青也不会惨死。你就是妖女。我若是妖女，为何此刻不施妖法离开这里？因为你爱上了我表哥，你现在还不想暴露自己。你还期待表哥会像上次一样听信你的说辞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？自从来到府上，我儿就遇刺，紧接着一周不断的发生事情。你来到府中，一直穿着这条白色的裙子，我没有看错，就是你杀了青青。我还是真的不是我傻，我是被冤枉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不管你是人是妖，今日必将你打入大牢，拿下。是。我若现在反复，就会暴露我会武功的事实。陆海生这个直肠子一定会认为我骗了他，恐怕我们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。陆海生，你说过你会相信我，你也说过你会等我告诉你我是谁，你说过你会破了案子带我走出阴影，你说你会寻求名医替我治病。你不能骗我，
娘，雨禾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姑母，姑母，娘，姑母，人犯了白兰珠，你修炼妖法，残害宜州百姓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不容你狡辩抵赖，先将你打入死牢，择日陈堂祭河。我没杀过人，陆海生他会想明白的，他一定会回来证明我的清白。娘，对不起，儿子不孝，是儿子害了你。只要您能够好起来，不管您说什么，儿子都听您的。雨洒落人间，是满天的悲伤。陆海生，我好想你。你现在到底在干嘛？你怎么还不来娶我？这区区一个牢房，怎么会困得住我小姨母？我只要简简单单施过法就能离开这里，可是我这一走，就再也见不到你。知不知道，真正让我走不出去的，是我想看到你心容，我想让你带我回家。我真的没有杀人。珠儿，我奉龙王之命来带你回国。走吧。我不走，我要等陆海生。你跟陆海生是不会有结果的，他生性固执，只相信眼见为实，你留在这里只会等到更加伤心的结果。我心里有委屈，我若不告诉他，这委屈就会压在我心头，生生世世千年万。云哥哥，因为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好过的。那如果我告诉你，人龙相恋必遭天谴，今天是你的牢狱之灾，或许明天就是你们的生死离别。你也执意再次等他吗？对，我要等他。走。或许让你尝尽了人间之苦，你才能彻底对凡人死心。表哥，我找了个大师来给姑母做做法。我知道你平时不相信这个，但是现在全城的郎中都对姑母的病束手无策，现在只要能救活她，不管什么样的办法我们都要试一试，对不对？
老夫人的病需要消除那作祟的邪物方可醒来。可否请神婆明示，究竟是何邪物？此邪物为红眼妖瞳。是要我们把妖瞳毁掉吗？不，把它带过来，待我做法去邪，再研制入药，为老夫人喝下，人自然就会醒过来。那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据我所知，那妖女明天就要被陈塘祭合了。表哥，再这么下去，大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姑母了。表哥，你要赶快做个决断啊。我现在要开坛做法，你务必要在这炷香燃尽之前把那妖瞳取回来，否则老夫人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只要能取回妖瞳，我愿用性命担保，定能救回老夫人的命。公子不要再犹豫了。表哥，你再不去的话就真的救不回姑母了，能不能救回姑母就只有这一次机会了。表哥，你快去啊，快去啊，表哥，表哥。海生，你还在误解我是不是？真的不是我做的。好，我问你，你如实回答我。好，你问。那天晚上黑衣人明显是要我的命，断然不会留下活口。为何我昏倒之后，你却毫发无伤？那我再问你，是不是你击退了黑衣人？你根本就没有失忆，又或者黑衣人跟你就是同伙？他为了隐藏你的身份，因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你就是凶手。无论哪个答案，你都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我承认我假装失忆是骗了，但我是有苦衷的，我只是想留在你身边查案而已。你在骗我，你从头到尾就在骗我。我没有骗你，海生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你还说没有？人证物证都在，我只相信我的眼睛。青青被你害死了，我娘现在还躺在床上，做梦都喊着让我去救她。海生，你救我出去，我会想办法治好老夫人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可以治好。海生，你已经不再信任我。你至此来，
根本就不是为了救我出去的，对不对？珠儿，我娘被你害得一病不起，眼看油尽灯枯，事到如今，我怎么信你？那你到此处来，又是有何目的？是为了看看我被折磨得有多惨，还是为了看看我有没有死？我这次来是要取你的眼睛。你要我的眼睛有何用处？我娘命在旦夕，要用你的眼睛做药引。陆海生，我苦苦等待了这么久，等来的竟是这样的结局。我现在总算是明白，比天谴更可怕的是人心。云哥哥说的没有错，这人间根本就不适合你。果然不是凡人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已经不重要，陆海生。你转过头来看看我，我的这双眼睛从出生开始就和别人的不一样。曾经我很高兴我能拥有这样一双眼睛，因为我能用它看遍这个美丽的世界。但是后来我只想用它凝望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你。有你在，我会觉得很安心。甚至这些天，我能承受住所有的痛苦，那份力量来自于我想要见到你。你是我这人世间唯一的期盼，而现在。你要我的眼睛，你想要，我就给你。你滚了！
这辈子我都不想再见到你。只有一炷香的时间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快走吧，表哥，快。表哥，我先跟神婆下去熬药，你在这看着姑母。你当真这么恨？你是我在这人世间唯一的期盼，有你在，我就觉得很安心。我能承受的所有痛苦，这份力量，来自于我想要再见到你。没想到，等来的却是你想要取我的眼睛。曾经，我很高兴我能拥有这样一双眼睛，因为我能用它看遍这个美丽的世界。但是后来，我只想用它凝望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你。好，既然你想要我的眼睛，要想拥有宝物，必须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。龙眼乃至阳之物，你体内阴气太重，还需几个时辰才能阴阳平衡。但是，想要永远拥有龙眼，小龙女就必须死。明天龙女就要沉塘，我要亲眼看她死，我才放心。我绝对不能失去龙眼。知罪，我本一心赴死，既然你已经认定我有罪，又何必多此一问？你死到临头还嘴硬。来人，行刑。凶犯正面的样子，确定就是柱儿吗？让我想想，
当时就在窗口，我看见屋里那个女人，就是穿的珠儿那条裙子，那发髻也是一样的。正面呢？我没看清。那您当时怎么就一口确认就是珠儿呢？我当时吓晕了，醒来的时候眼前就是她，那裙子和发髻都是一样的。你说不是他，还能有谁呀？啊！凶手肯定另有其人。从来没有一条路可以回的。水就是龙的生命，只要你回到水里，一切法力都会恢复的。去把龙也拿回来。你是东海龙族最尊贵的公主。我的眼睛，你闹不起。龙王之女海兰珠，只因人间久未降雨，父王特地派我来此，助宜州百姓渡过难关，却未曾料到会遇到你。珠儿，是我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在府衙大牢，我被人冤枉，受尽羞辱，我没有想过离开。在这宜州祭坛，我遭人唾骂，还被塞进猪笼，我也没有想过离开。你知道为什么？珠儿，因为我在等你，我每天数着日子在等你，
最后我等来了什么？等来的是你要取我的眼睛。你真的是伤透了我的心。珠儿，直到我落入这颐和水之后，我才明白，如果爱人之前没有了信任，那所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。珠儿，是我错了。有人有意的自问，珠儿，我错了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再相信我一次，哪怕一次就好，珠儿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重来，就像你我现在这样，我已经不再信任你。陆海生，我流落人间，与你有此孽缘，真心猝死。但我念在你陆家曾对我有恩，从此之后，我们两不相欠。珠儿，我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，珠儿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珠儿。痛彻心扉，残忍，是剩我一人。双脚你留下解不了的痕。爱上，从今往后，天上人间，不复相见。不复相见。的余温，守着旧日的黄昏，等待着那个人。珠儿，时间已寒辗转重世。珠儿，我会等你，我会等你原谅我，多久我都等你。